你这是当街抢劫吗？我吗？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。莫大，你好，我追随莫大的声音已经四年了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又在偷拍什么？会这么巧吧？不去找 Steven 要钱，反而跟踪到了公司。说吧，跟踪我到底想要什么？